细数那几个在巨蛋、体育馆等大场地和乐团一起嗨翻天的夜晚，已经干洗演唱会的天团们也有着那名不见经传的曾经。回想音乐艺文展演空间的外观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显眼。地下一楼的空间充满了艺文创作的能量，插画家破伤风那充满特色的作品就在这门口迎接着你。除了每周邀请音乐人来表演之外，这里不定期会有不插电音乐演出。看到墙上挂满的乐器了吗？这里啊，同时也是一间音乐教室。喜欢音乐的人，对独立音乐情有独钟的人，或许你能够看到他们崛起前的明星模样哦。